大家啊，一首《梦里水乡》。一首《梦里水乡》，我今天西子是忘记改那个口令了。对，忘记改口令了。欢迎来到西子直播间的朋友们啊！欢迎来到西子直播间的朋友们。对，西子满月已经过了。我们大家如果有喜欢西子的，我们可以把关注一点点。是的，是的，24号满月，但是我忘记改了，就那个口令我忘改了。谢谢我们大家灯牌啊，谢谢灯牌。对，昨天休息了一天，昨天我们休息了一天啊。我们下面来一首《这世界这么多人》。
世界那么多人送给大家啊。这个曲子叫什么？叫这个世界那么多人。欢迎我们新来的朋友们，欢迎我们新来的朋友们。这里呢是西子的古筝直播间，是西子的古筝直播间啊。我们大家如果有喜欢，西子的，我们可以点点关注，然后我们可以把免费的赞也点上。然后我们不要忘记了，我们的口号是什么？我们的口号是七七七，我们的七七七也不要忘记扣哦。不要忘记扣我们的七七七，要扣起来。对，我们大家喜欢的我们可以点点关注啊。然后这口令呢是因为西子忘记改了，西子今天早上起来有点睡懵了，然后就忘记改了。《声声慢》啊，谢谢我们洛河，欢迎我们的鱼哥。
曼送给大家一首《深深麦》。欢迎大家来到西子的直播间啊！谢谢我们洛河送出的花开烂漫。我们鱼哥说心烦的时候就过来静下心。欢迎大家来到西子的直播间啊！我是西子一个新人才艺主播，我们大家如果喜欢西子的，我们可以把我们的关注点点啊，我们可以把关注点点。我发现这个话筒离近一点，说话就会好说一点，不然就感觉像是在扯着嗓子吼一样。对，我们大家喜欢的，我们可以把我们的关注点上，然后我们呢也可以把我们的点赞点上，777也一起扣起来。欢迎我们纸鸢啊，欢迎我们纸鸢。下面一首《偏偏喜欢你》送给大家。
首偏偏喜欢你送给大家，一首偏偏喜欢你。欢迎大家来到西子的直播间，我们大家如果有喜欢西子的，我们可以把关注点上啊，然后我们可以把我们的赞也点上。对，这个从小，反正我是从小学的，反正我是从小学的。欢迎大家来到西子的直播间啊！我们喜欢西子的，我们把我们关注点点；我们没有点关注的，我们可以把关注点上。西子哪里没有笑了？西子哪里没有笑了？下面我们来一首《神话》。
一首神话送给大家。谢谢我们九安哥，谢谢我们 ID 哥。欢迎大家来到西子的直播间啊！欢迎大家来到西子的直播间。我们大家有喜欢西子的，我们可以把关注点上啊，我们可以把关注点上，关注一波。对，我们把关注，看到了什么大米西西？然后我们也可以把我们的赞点上啊，我们。等了两天，说实话啊，昨天我不是休息吗？我昨天休息了一天，我感觉我都还挺想大家的，我自己都不太习惯，其实。我可能需要调一下我的音啊，我刚刚弹琴的时候，我感觉我的音没有太准，我需要调一下。声音这么奇怪呢？欢迎我们的海龙飞啊！欢迎海龙飞，调音好听。欢迎大家来到我的直播间啊！我们大家喜欢的，我们可以把关注点一波，然后我们的赞可以走走，然后我们777也扣一扣。大家，
红豆，谢谢我们的海龙飞，谢谢我们的 Jason 吴。我买了那个话筒的那个支架了，下次就不用再这么拿着了。先把饭做上。欢迎大家来到西子的直播间啊！欢迎大家来到西子的直播间。我们大家没有关注的，我们可以把关注点播啊！我们可以把关注点播。做你的美。他一做应该就是做咱们整个所有人的分量。欢迎纸鸢啊，欢迎纸鸢。我们大家觉得西子弹的好听的，我们可以把777扣上啊，期待大餐。我们李李做饭。还是之前在群里面看他发的图片包饺子，还是蛮效率的哈。我们李李做饭还是一首《东风破》送给大家。
首《东风破》。《东风破》这首歌应该是好像是周杰伦的哈，好像是周杰伦的。欢迎我们大家来到西子的直播间啊！左上角的给大家准备的福袋，我们大家可以领一领啊，我们可以点一点那个福袋，可以点点那个，要睡着了，那我们看看怎么换手了，看看怎么样换手曲了。我们没有点关注的，我们可以把关注点起来啊，我们可以把关注点起来。谢谢我们洛河啊，谢谢洛河。那咱们就来一首《十面埋伏》提个神吧。对，我们就来一首《十面》吧。西子也听周杰伦，也听的。
哥，谢谢我们 ID 哥啊，欢迎大家来到西子的直播间。有点小累，谢谢我们洛河，谢谢我们洛河，欢迎大家来到西子的直播间。我们有点关注的，我们可以把关注点一点啊，我们可以把关注点一点。《十面埋伏》这个曲子，我们大家听完，居然有人说想去打架，想找个人打架，倒也不至于，倒也不至于。倒也不至于呀。十面埋伏，他这个曲子，对，新编十面埋伏，他这个曲子本身就是展示了一个紧张激烈的一个战争场景啊，特别的残酷。埋伏好了。关注的我们可以把关注点一点啊，我们有关注的可以把关注点一点。本草纲目跳过吗？说真的还没有跳过。我们大家是不是都已经跟着那个什么刘畊宏跳过本草纲目了？放过吧。之前就是，Hello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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 中午好，中午好，中午好，我刚、刚开，我今天早上起晚了，刚开一会儿，我们怎么玩呀、我们玩个什么呢？就玩个总票吧，行吗？可以的，可以的，那我们惩罚怎么玩呀？惩罚你说，看是玩才艺还是玩别的？我们玩才艺吧，要不然就玩才艺。我今天第一把，没问题，可以的。好嘞，好嘞，反正。